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永信啊 ，so 翻到嚟呢度系抽蛋啊，唔系抽 Hunter X Hunter， 系抽呢、這个搞马路定高马路一点不过算啦，又当系一个乌鸦，因为系有黑色嘅羽毛啊，系有啲乌鸦围绕。OK， 基本上呢只我抽嚟都系进化，系为咗试下达哥究竟有几舒服，有带呢只嘢同埋。带呢只嘢，气本身系反重力，但系气拥有暗机兵嘅 SS 啦，即系每触碰到伤害 back 系会加攻击力啦。即系话，当气发动 SS 嗰一瞬间嘅时候，你系会获得嗰个好处啊！即系话，你系唔会受伤害 back 所影响啊！啊，废话唔多讲啦，抽蛋啦！基本上呢啲特别大提升信唔信得过系真系见仁见智啊！啲志愿嚟喎，呢个志愿嚟喎，关事。啊！诶，呢度中咗啦，系真系，但系我唔相信啦，因为呢度全四星，呢度系中咗啦。OK， 就系咁啦。So， 你哋需唔需要乌鸦，同埋想唔想攞啲宝珠嚟搏，系睇下你哋啦。因为我觉得十二月会有 Ewa 第三弹啦，因为 Ewa 都开放兽神化咗，见仁见智啦。因为我都系怪兽喺呢度做代表啫。OK， 多谢收睇。